我的事情都耽搁几日了，本来前几日我就该去的。奇怪，脉象很正常啊，气色怎么这么差？我和村民们刚给几位长老和村长上完坟，那可否也带我去拜祭一下几位老人家？刚才走得匆忙，竟然忘记了。 城西村明明才100多人，怎么一下多了这么多坟墓？这是因为前段时间，我们把以前的老坟呐，都迁了回来，所以看起来才多了一些。事实上还跟以前是一样的。好壮观啊，跟乱葬岗一样。开什么玩笑？ 不会吧你！宁大夫，拜祭完了可以走了吧？天哪，这怎么那么脏啊？这能住吗？你怎么不让那个叫丹青的给我们找个住处啊？犯得着偷偷摸摸来这儿吗？这些人力啊！ 就属他最可疑，我怎么能让他知道我留宿在村里啊？好了，你们就歇着吧。趁着月光，我去看看有什么可疑的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哦，马上，马上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坐坐。 刚刚做了一个梦，好可怕，好冷。那个梦里没有你，全是火光，全都死了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害怕。小柔，那只是个梦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